伴手礼协会第二届哈，这个美食星光的购物节哈，啊，咱迄天是拜六伫咧水沟乡哈，啊，阮的节目吼非常的精彩哈，非常的精彩，啊，邀请吼咱的台南市的咱这好朋友吼，会当共同来出席吼，东港五 B 室吼，啊，咱阁有结合着咱这个毛小孩认养吼，毛小孩认养，啊，阁有真侪协办的团体啦吼。啊，晚会的时阵，咱有邀请三个团体，拢是唱歌吼，拢是歌手级的吼，未发过唱片吼，来要来办这个新冠的这个晚会吼，这部非常的精彩吼，啊，而且先做一个邀请，吼，邀请大家来参加阮台南市歌手类吼所办的这个活动啦吼。说起了美食，就不能不提到台南，说到了台南美食，就不能够没有。我们台南伴手礼协会许多推出了种种美食，许多大家常看到有些旅游手册啦，或是观光客排队的那个美食，也曾经有人说，啊，说什么，什么排队美食，什么台南人支持，但我通通不承认这个东西，而且基本上，不管是你家巷口那家，或是排队那家，或是观光客喜欢的那家，通通都是台南美食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其实。啊，精挑细选，千挑万选之后，还是有很多遗珠之憾，所以千万不要骂我，不要打我。但是今天的挑出来，的的确确真的是非常好的台南美食。我们有许多店家来，将来我们会定期不定期的这个推出一些美食的推荐名单。那当然，食安这个美食很重要，食安也很重要，所以我们对于一些食安优良的店家也都会表扬。因此呢，在兼顾食安、兼顾美食的前提下，台南果然是美食之都。